哦，係啊，其實我都係啱啱先翻嚟香港，係啦，咁就琴日就喺內地去咗兩個城市啦。咁雖然好趕，但都好開心嘅，因為同行仲有幾個藝人朋友，係啦，即包括馬明啦。咁大家就一路喺度好似穿針過省，坐車落完車，到達落車做 show， 做完 show 又上車去另一個地方，之後又上車，然後係大家係雖然係好趕，但係我自己好 enjoy。我見到你哋咧，模仿《新聞女王》嘅其中一段劇情。哦，係啊，飲水啊嘛。係啊，係啊，呢個係我哋喺後台等待嘅時候，係邊個突然之間諗出嚟嘅咧？我唔好記得。係啦，咁就係咯，反正就有一個朋友就話：喂，不如我哋試下拍呢段嘢啦，咁樣就拍咗啦。你有冇睇啊？自己？我自己，但我未追曬。係啦，我係有自己睇，即我冇喺電視睇。我在網上面看，但我就未追到去大結局，雖然我知道大結局完咗啦，但我希望快啲係咯，呢幾日休息就可以追翻咯。得唔得啊？套劇你覺得？好得啊！我相信其實呢個問題都唔使問我啦，係咪？即係成個劇由出街到而家呢段時間，所有嘅大家嘅反應啊，大家嘅 comment 啊，關於呢套劇嘅一啲新聞啊，都相信係咯，真係呢套劇係好成功，深入民心啊！是啊，所以我亦都係咯，祝福呢套劇喺嚟緊嘅頒獎禮都有好嘅成績啊！咁套劇你梗係中意馬明啦，要揀佢嘅影帝啊嘛？係啊，係佢噶啦。如果係問我嘅話，咁來年有冇咩音樂計劃？係來年我都會繼續係錄自己嘅專輯，係啦，因為今年年尾就喺即係 Under Sony 就出咗自己嘅個人嘅首張嘅個人嘅 EP 啦。咁嚟緊出年都係會繼續出碟出歌嘅，咁所以係咯，都會繼續努力嘅。這個就跟公司密謀緊，如果有的話，我都會最好快跟大家分享。